它的一碗面啊很大，你看，真给你上东西。Hello， 大山峰啊，现在我在泰国的曼谷啊，现在咱们来吃一个曼谷天价的方便面呢。听说连续四年被米其林推荐 ，OK， 弄过了过去，人太多了啊，人好多人。兄弟们，终于排到了啊！这个面，面就这个，我来一个，啊，可以。哇，兄弟们，面来了啊！哇，这面是真给你上货啊！你看，四个鸡蛋，这个馅都是老板都剥好的，然后这一块这是卤肉，然后这里还有肉圆，还有鱿鱼，还有虾，哎，这一盘850泰铢不贵啊。然后这个是三文鱼，这个是300泰铢，然后这个是炒的蟹脚。先吃个主菜啊，先吃个鱿鱼，啊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很好吃的。这个是蟹肉，蟹脚，都给你剥好了，嗯，很贴心，而且这个蟹很新鲜啊。把这个鸡蛋搅拌一下，哇，这配料是真足啊，兄弟们，哇，这个肉圆是纯肉啊。吃个这个大肉啊，哇，这个肉都惊艳到我了，外面有点像那个猪油渣，嗯，不好吃。哇，这个面，你看，直接吃就行了，很贴心啊。虾，好，然后柠檬，柠檬我吃不惯。哦，这个三文鱼，啊，上面也有柠檬，哎，你，妈呀，酸酸甜甜辣辣的，妈呀，还挺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这种。没吃过这个，它的可能是泰式酱料，挺好。哇，从机场到我住的地方27公里，要了我1000块泰铢啊，还价我还了900块。然后从我住的地方到这吃饭的地方9公里，要我300块，还了50块。然后刚才排队，我下了那个泰国打车软件，我一看，妈呀，泰国的出租车兄弟，坑了我一半还多。算了，出来玩开心最重要啊，下次用打车软件打。这个炒了蟹脚，上面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
那不片肉。哎呦妈！辣到很好吃。不蟹肉啊，胡椒粉放的特别多，哇，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。热烫。这肉圆很好吃，纯肉圆。哇！一个椰子50泰铢。这个三文鱼，挺好吃的。它这个辣椒酱，它用青辣椒抹成碎的，然后用的醋什么都没有醋，柠檬汁。味道还挺独特啊。现在12:30了，夜里了。咱们中国1:30。那行，兄弟们，这视频拍到这里，欢迎收看，拜拜。